人吃的饭吧。我没空。哎呦，怎么腰又疼？考完我来接你了。是啦，帮我跟李庄园说一声，房子定了啊，钱我先帮他垫上了。什么房子？办公室啊。他要租办公室？对啊，他要开公司，你不知道吗？来了。你怎么没去考试啊？是今天吗？你就没有打算保研吧？什么时候说要读研了？我准备休学创业。那你毕业以后打算干嘛？开公司。你怎么不告诉我？八字都还没一撇呢，我说什么？你连地方都找好了，任迪都知道你要租新办公室，全世界就我不知道，是不是很可笑？这就叫风暴中心，是不是？你不是想都安排好再跟你说吗？都安排好了再通知我吗？你这是什么逻辑？你问过我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要是我放弃保研和你去创业，我妈会怎么样？会怎么样？她会杀了我。你是不是计划里都没有过我？李雪，我每次都觉得我离你很近了，但我还是看不懂你。你所有的事情我都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，我就和拼拼图一样。我是你女朋友，我要在你的未来里占一席之地，这很过分吗？朱燕，朱燕，啊，苦命啊！所托非人，错付一生啊，朱燕。口口声声说我要为他摇旗呐喊的，怎么了？现在放下国王不管了？你少给我来这一套！你能不能不跟着我？等会儿还得考口语吧？关你什么事啊？考完吃个饭吧。我没空。哎呦，怎么腰又疼？考完我来接你。干嘛？吃大餐。没空。必须吃。吃不下。必须吃。不。吃。不。吃。不。石头剪刀布，谁说了带谁回去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带我。走走走。好啊好啊。不用别老在这儿。